对象，他才会丢石头。哎呦，格言安啊！好像这样他也会丢哎、欸。有，他有丢到吗？有。好，欧影晚安。不是啊，你看那石头。有时候丢很远，有时候丢很近。哦，这一波小兵要打，丢那么远，不是逆风吗？再往前走一步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有点太远。再往前走一步，这样应该差不多吧。哦，有，完美距离。
摘颗摘颗。可以再往前走，因为它那个陷阱喷光了。还有这个终点就在前面。出人！哦，拆掉了！这五人要死光了。哦，可以！投石车打人啊！可以的，我还有一只。哦，好准啊！这两只，砍他！哦，他睡着了，好强哦！睡眠剑。一排的尸体，剩两只，好惨哦！没关系，反正赢了。好危险哦！但是工兵好强哦，工兵真的很强哎。还是因为他放在最后面的关系啊？不知道，他真的蛮强。装备有差，装备有差。嗨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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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嗨嗨！爸爸呀，投石车爆了，剑士碰，迎面而来的风，难道是爸爸呀？你看，你看这个，是他们的尸体，他尸体堆超高的。4 5 6 7 8 9 10 11 12 13，坑！一爆耶！复活！迎面而来的强风，用奇迹吹起追赶的风，或许有用。奇迹哦，奇迹！哎，不行，我要接存档。我没玩一个，我就要接存档，保存。我还是缺这个素材。树枝，那算了，一路刷过去总会有可以用的素材。哦，火焰毛，PSP 的答案都找不到了。对啊，我的 PSP 我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而且就算找到，应该也是坏了吧？那时候还用胖皮，
巴巴蹦。哦，真的呢。这边是野剧情杀。好，赖达猫猫晚安。奇迹，下雨吗？下雨可以吗？还是要新的奇迹？下雨的奇迹可以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是哦。顺风奇迹，哦，这个风还是逆风，超逆风哎，这个风。哦，好，我看一下。可是下雨的奇迹，他会。出现吗？它上面没有写呢，好像没有写下雨的奇迹，不是啊，顺风奇迹是在哪里耶？还是我一定要剧情杀让他输了才可以？去打 BOSS，BOSS 哪一关 BOSS 啊？要打前一关找黄金魔吉吉哦，黄金魔吉吉哦，就他嘛，杀金鸟，哇，我打得过吗？打得死吗？枪兵也要拔掉吗？射他！哎呦哎！射一下就死了，拿到了。离那螃蟹远一点。
哇，好多钱哦！还好，因为这关刷素材而已，所以而且螃蟹只会让人家想睡觉。睡都睡，你没看到今天标题吗？标题打催眠曲，这就是要催眠你们的曲子啊！我们还是缺数字哦，没有，我没有数字，我也有了。哦，迷之肉哎，迷之肉很厉害，肉是做神枪跟盾兵的，需要做很厉害的盾兵吗？这样的矿我也会想要弄好一点，玩再玩一点好了。现在感觉还好，还不是那么需要。好了，我们有可以更换我们的奇迹了，追风之奇迹。以前都边睡边玩这游戏。对啊，欸，以前都可以不看画面，然后就木鸭这样子玩呢，欸。现在不知道是。没有，因为一代很久了，以前一代判定好像是真的比较严格，二三代还好，三代是真的蛮简单的，而且可是三代的关卡比较多变一点。哎，嗯，哀伤二十个月，安安呐，啊，YW0107 十个月，谢谢订阅。没成功，哎呦，
向好短哦。重点是 Fever 还不见。风车是这个吗？哦，又逆风。不能吧？可以吗？我等下试试看。沙锅晚安。有点难哦，因为它不在拍子上。还是二代可以，一代不行。靠腰少一把弓，幼稚园玩三代。太强了吧，幼稚园玩三代。这个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如果是妈妈，我也让小朋友从小玩这种音乐游戏，感觉还不错，还可以，总比滑手机好吧。你看有些小朋友在那边抓宝什么的，抓宝说实在的没有办法增进你任何的，我不知道，增进一些才华或者是一些基础什么的，可是玩这个可以，这个是音乐游戏，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。如果我是妈妈，我小时候他如果要玩手机，我都把他的手游打掉，玩什么屁手游，给我玩这个，然后拿给他一台 NDS。 爸爸呀，增进近视的几率吗？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因为我们家没有人近视，我们家的基因很优良。我也是从小打电脑打到长大也没近视啊，现在视力还是 1.2 啊，很好啊。1.2、1.5， 对啊，
我都没有近视，我视力超好。爸爸呀，爸爸呀，爸爸呀，玩什么宝可梦？给我玩节奏天国。然后还要他那边滑有没有？还要用手把它拍掉。哼，玩什么宝可梦？哦，巨大的岩石移动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打一下前面那个龙诶，应该可以刷到那个吧。姐安安，我看今天睡觉脑中都是啪打啪打啪打碰的，这样很好哇。脑中训练那个节奏感，不错不错，有前途。你看我现在默默的就在让你们潜意识的训练节奏感。芋头防禁是北部不知道吗？就是多吃芋头，尤其是夹心的。谢谢订阅，不，谢谢抖内。啊！他要跑了，伤害太高。好，正和晚安。
路易斯安啊，最后一次。烧死了！哎，夜空安安，谢谢订阅13个月，爸爸，掉垃圾，垃圾。突然觉得还是打后面关卡比较实在一点，打这三大王好了，这三大王包什么？有点忘了，太久了，都忘光了。记得存档，忘了，我还没存档，没关系。又是逆风。好像有点印象，不妙，快跑！雷射光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现在输出还蛮高。好像站在前面。糟糕。好了，谢谢订阅。
YOLO 安安啊，你怎么关那么快啊？哇，那个雷射，哦，好险好险，我剩两个弓箭手而已，很久，三个小时左右，所以你刚刚开到一半跑来我的台是这样子吗？存档，好好，我记得存档。大大碰的记忆，大大碰好用吗？防御不如盾兵，但是体力跟攻击力很高。嗯，移动速度很慢。要不要做大大碰？我可以做很厉害的大大碰，欸，我有上等的肉，哦，1500欸，我可以做欸，可是这个如果不做满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嗯，我先存档的。对啊，我现在只能做一只，所以还是先不要好了。他到现在还是只能给他硬邦邦的肉，哎，是我关卡打得不够吗？哦，中间跳了三关。跳了很大一个空格，不知道什么。我记得有一关是可以刷弓还是材料的，要去刷一下材料啊。蓬松的肉才有机会拿到沙漠，对啊，应该是。骑兵，我有做一只骑兵。看一下这关是什么，我就只有一个档案而已，我就只有一个档案，应该是忘记存。哦，关是顺风啊，太快了吧！哎，我也猜啊！要打他吗？Yeah.
我需要 fever。还来得及吗？死了两只，他后面快死光了，好断抗。又变逆风了，重打重打重打，不要想。一开始需要吹风吗？一开始打那个石头好像不太需要，然后风要一直补，我不能断康欸，我完全不能断，好难哦。我觉得我需要再新增一两只工兵。我又不是没有钱，我有钱呐、啊，是我没有那个材料，我找材料而已。十块是有啦，主要是这个吧。想要做900的，爸爸呀，打沙虫，沙虫。沙虫是这只吧？大树不行，大树现在等级不够。做七级枪兵，七级枪兵。好，我先刷肉看看好了。这应该也蛮简单的，应该现在怪 boss 应该四等以前应该都打得赢。
好了。应该是防御。不会啦，只要工兵活着就不会输，因为主要输出是工兵，前面那个前排型死光好像也不太差。但是还是没有掉那个啊。爸爸呀！哎，存档，我要截存档，随时存档。我这次不会再让我的记录死掉了。打三等，有机会喷我要的三等。现在网等级太低，可是我要的素材也没有很难呢、啊。要不然打这只。我上次就是怕开台然后一直弄怪很烦，所以我就关台以后自己先弄了一下，就啊记录死去。高阶的树枝。
是我上次没有花，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农庄。月海安安娜，谢谢订阅。越好怎么会？我想说玩这个应该还蛮催眠的。说，哎，挖特了 ，for petal， 谢谢九个月订阅。骂骂骂！哇，怎么都是掉矿石？怎么办嘞？爸爸呀！爸爸呀！缺树枝啊，缺树枝。爸爸呀，好，利夫卡特晚安。
全六等就能过关了。PS4 有读心晶片，好扯哦。好，潜水服晚安。伤心就会出现了，不，我被毒心了，被毒心了。可是我记得不一定要打王啊，刷素材应该也是刷得到的啊，像这些肉什么的，这些关卡应该都刷得到吧。没道理刷不到啊！奇怪，我关台玩的时候，我少说练了三只哎、欸，我练了三只出来哎、欸，没道理开台就刷不到啊！我突然觉得。我自己的新表服很嘲讽，等下重来。不行，不能看聊天室。